锵锵三人行，哎呀，幸好这些天咱们在香港啊，怎么了？可以北望神州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啊！遗憾死了，遗憾死了！我每次去北京都不下雪，我真的是喜欢下雪。我不是说说是，我告诉你，徐老师，你现在这几天啊，在北京，你看你寸步难行。从什么上海来的，在这个这几天就新闻报道都说了嘛，在国贸门口打的那排的那个长队啊，雪地当中大白色当中就跟一串小蚂蚁一样，没有的士，你知道吗？后来记者都说，我跟你说，北京这个城市，我不是批评它，就是这个咱们这个制造出来晴天的时候哈，这个城市是很好的，但是一碰到你像这么大的问题啊，有些不专业的地方显出来了。你别以为我是说什么，我说一个最细节的问题。那个。